一幕部分的翻转，根据工程师沟通了解到了一点，翻转荧幕存在的风险，包括折断，包括断线，包括一些人为故障。一个稳定的东西，必须要将一些人为破坏跟风险排除在外，免得一个几百万的场景等着你拍，结果你荧幕折断了。因此呢，这个荧幕是做一个叫做什么呢？固定的，是没有办法有外力破坏的，就是翻转的风险。好，那这些风险一旦哦掌握住之后，我们就要怎么做呢？我们要怎么做呢？老爹，来夹一下。哎，夹这边，这边看好，这边。好，老爹是摄影老手哈，我们常常在外面拍一些东西。那现在这样子哦，老爹，我们这贴在地上拍，辛苦吗？辛苦，非常辛苦。简直就是趴着、趴着、躺着。对对。然后高角度往下拍嘞。高角度啊，而且根本就没得拍，脚尖已经垫到不行了。我们在这种专业相机所面对的问题都是这样，高低角非常的辛苦。因此呢，解救大家的东西就来了，这个蒙，哦，这个就是 SWIVI， 哦，英文不好，还是老话一句，我不敢乱发音，又被骂了。啊，怎么这个国家都在骂人呢？算了，没关系，酸你的吧。哦，再来，我们现在要处理的事情就是这样，就是说这个东西装上去之后，你的5D、3D、5D 图。